师父都已经给施主讲明白了，本安是不会收施主出家的，施主还是请回吧。你上哪儿了？我们张俊快找疯了！别管我，让我走。季平，这不全是你的错，大家没有怪你啊。你知道有多少人关心你吗？你这样会让大家很伤心的。你快走吧，就当没看见我，别跟任何人说看见我了。这人太多了，我们换一个地方说话吧。这次的打击对你实在是太大了，你要好好想一想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我这么要强的一个人，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的，我怎么就把自己陷到这一步了呢？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你不说话，那你一定觉得我做错了。你能告诉我吗？我到底什么地方做错了？你一向自尊，生怕别人看不起你。可你有没有问过自己，你的心里是不是也会瞧不起你自己？瞧不起戏子呢？志远，你这话太狠了。是还是不是？你原来是一个富家小姐，因为被人拐卖，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，成了一个唱戏的。或许在你的心里，始终认为自己根本就不属于这里，所以你才会看不到何家驹身上的危险，一心一意的爱他。因为他不光能带给你爱情，还能把你带离现在低贱的社会地位，这才是你最想要的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这样的。我已经把过去都忘了。真忘了吗？不想了吗？即便真是这样，我觉得你也没有错。
谁不想往高处走呢？可是季平，吃一堑，长一智。经过这件事情，你应该学会怎么去看人，怎么去看人生。自从你失踪之后，简子巷的街坊邻居、劝业场的艺人们，还有李家班的演员们，为了要找你，几乎把济南翻了一个底儿朝天。可那个何家驹呢？音讯全无。你应该知道自己属于哪里了吧？回家吧，别让大家再为你着急了。我哪儿还有脸回去啊？人这一辈子啊，得经历多少事情，如果你不能一一去面对，你还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存活呀？再说你的生命也不光是你自己的，你还有子健、养母，啊对，还有你没有找到的父亲呢。回去吧，你会发现大家比以前更爱你。你能陪我一起回去吗？你甚至不能告诉大家是我找到的你。季平，你不一直是一个人吗？以后的路还得靠你自己去走。回去吧，你要相信自己，你比你想象的还要坚强。娘，咱出来晒晒太阳啊。待会儿我再去找找。哎，来，把腿搁这儿，慢点啊。婶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快快进屋吧，进屋。婶子，婶子。我错了，你还让我回家吗？我活该呀！婶子，你打我吧，你别打你自己。我错了，婶子，你别打你自己，你打我吧。我知道我错了，婶子。这辈子我谢谢你。是我错了，婶子。婶子，你别哭了，我知道我错了。你打我吧，你打我就好受了，婶子。婶子，你别哭了。